嗨，今天吃的是泡面，还有可乐鸡翅鸡腿。有一个小伙伴私信给我，他说他想看我吃泡面。这个泡面是老坛酸菜的，我觉得它不够红，然后就拌了老干妈在上面。看一看，看一看，哎呦。好吃。你们一定觉得配茶配可乐才好，是吧？但是我平常不喝可乐，可乐、汽水虽然好喝，但是它有瘾，所以说我一般不碰的。可乐鸡腿和可乐鸡翅做法是一样的，就是先把鸡腿和鸡翅腌一腌，然后再煎一煎，再倒可乐进去，煮熟就可以了。这次我用的是百事可乐，我感觉它有点偏甜，然后我又在里面加了盐，煮的时候。味道就可以了，好吃。
想不想吃了？哎，这个好黏呐！光了，哎，跑不起来了。鸡翅根还是没有鸡腿鸡翅好吃。